啊，什么？你说不要纸袋一样吗？你们弟弟？你说不要纸袋？不要不要！来，误会了。怎么还？我帮你买了臭豆腐，我说你要不要吃？不要啊。阿赫，赞哦。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他那跟披萨气质很多。哦。对啊。真是糟糕。他那个披萨很饱。